好多謝呢個錦瑞生物科技啦，今次捐贈呢一批嘅快速檢測盒，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市民咧對呢啲物資嘅需求都好殷切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嗰、那個整個確診人數已經突破咗500,000，其中咧啲安老院舍咧特別嚴重。咁我呢一批物資我收到之後咧，我都會盡快啊轉俾啲社區嘅長者，尤其安老院舍。咁呢啲方面咧，我覺得對於香港疫情控制，盡快發現更多個案都係好有幫助。咁我哋好高興咧，即係錦瑞啦，能夠贊助我哋啦，並且咧提供一啲有質量嘅一個即係快測用品啦。其實而家好多前線嘅員工，包括保安啦、清潔啦，佢哋咧每日都要做檢測嘅，做完檢測先翻工。對於佢哋嚟講咧，一個需求好大嘅。咁亦都保障咗好多住客嘅安全。香港靠自己嘅力量咧，面對一個咁大嘅疫情咧，係相當吃力嘅。而家有咁多物資啦、人力過嚟支援我哋咧，係令到我哋嘅抗疫嘅能力強咗，我哋嘅信心亦都強咗嘅。我相信有中央嘅支持之下咧，我哋絕對有能力去打贏呢場勝仗嘅。